夜幕下的国家大剧院，流光溢彩，戏剧场内暖意融融，笑语盈盈。19时50分许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晚会现场，同前来观看演出的老艺术家们亲切握手，互致问候，全场响起热烈掌声。群英贺新岁，弦歌唱诵新征程，热情洋溢的戏曲器乐联奏迎春，拉开整场晚会的序幕。荡浮船，台州乱弹，我的荒林村，高甲戏围头新娘等新创作品选段，植根生活沃土，呼应时代脉搏，讲述了昂扬向上的中国故事和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。京剧对花腔，红娘四郎探母，赤三镇，和越剧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等经典唱段韵味十足，展现出中华戏曲的博大精深和底蕴风采。昆曲《单刀会》，秦腔、黄梅戏、川剧、江姐，京剧《沙家浜》等选段编排精妙，带领观众透过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物故事，感悟英雄大义、家国情怀。少儿京剧表演《九龙杯》，定军山，
五戏，戏舞英豪，各具特色，彰显传统艺术的薪火相传与勃勃生机。姹紫嫣红新时代，五星烁烁耀东方，戏歌文化之光将晚会气氛推向最高潮，唱出了广大戏曲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一路，坚定文化自信，投身建设文化强国的豪情壮志。艺术家们的精彩表演赢得全场阵阵喝彩和热烈掌声。整场晚会名家荟萃，优秀传统剧目与新创佳作交相辉映，展现了新时代戏曲艺术传承发展的繁荣气象，唱响了逐梦新征程的时代凯歌。在京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书记处书记、全国人大常委会部分领导同志、国务委员、全国政协部分领导同志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观看演出。